一秒了啊，十秒了，九秒了，来兄弟们抓紧时间啊，抓紧时间了啊，抓紧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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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方的出手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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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时间紧吧，时间紧吧。哎呀，说好的轮船呢？是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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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时间紧，任务重。来吧，哥们儿，我跟你讲，从来不滚刀。对，行，没毛病。对，行，没毛病。哥们儿，我从来不滚刀，输了，对，输的心甘情愿，没毛病。输的心甘情愿，就是为了开心，就是为了开心。对，主要是图个乐呵啊，找个妹子闻闻她的鞋子闻十秒是吧？对，好，对，好，转过来啊，我找个漂亮的妹子啊。找个比较好看的妹子，就这几个就行了，这几个就行了，就这这就行，就这这就行。我们现在在做一个网络直播，我们两个正在做一个就是线上的 PK， 然后我 PK 输了，你配合我一分钟啊，我输了，我现在输了，能不能把你鞋子借我用一下？我输了之后，我要拿你的鞋子，我要闻十秒。不好吧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我输了，我 PK 输了啊，就没有关系，我不会。对对对对 ，YY 直播，我是一个知名网红，现在我 PK 输了啊。可以借吗？借你鞋子用一下，我不要你的。待会儿我跟那个加个微信，给你发个包，互动一下，好吧？我被。好吧，把那个鞋子脱，我亲自给你脱啊！啊，算了，我急了。啊，没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我给你脱啊，我给你脱，来，别动啊，镜头，等一下啊。啊，没事，我会啊，我跟你讲，姐鞋子，哇，你的脚长得好漂亮。没，舔脚趾头吧，舔脚趾头吧。舔脚趾头，你去你的！来，把那个给我，来，拿过来，拿过来啊。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来啊，美女，你的哇，你们正在看我直播呀？还有人知道，还是我有粉丝哎，好巧。来，我现场闻十秒啊，看着啊。哎呀，不错，哎呀，就这种感觉，没毛病，没毛病，真爽，啊，真爽了，真爽。哎呀，毛病，没毛病。啊！太爽了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！哥们儿，你羡慕吗？我太羡慕了，我还太羡慕了，就是这个感觉。我也想要这种感觉，我这种感觉，我这。不是，哎，不是，你玩我的鞋子好漂亮。你玩过这没？带玩过这没？闻过女的鞋吗？闻过女的鞋吗？我还我小内内我都闻过呢，别说这个。可香了，我跟你讲，这鞋子好美，是不是美得很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是不是特别美？没有，没有。要不要舔舔？哎呦，可以。好 ，OK， 来，宝宝，来镜头对焦，来跟宝宝拍戏，我给你穿。别，好吧，拿脚过来，拿脚舔两下，脚抬上，脚抬上。啊，等会儿啊，等一下啊，我们最后有一个小的 PK 啊，别动啊，别动啊。拿过来，我闻了他脚了，已经闻了啊。已经闻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要舔两下脚呀，舔一下，两下，还有一下是吧？再一下，还有一下，你下啊！你给我，我的！哎呀，我的厉害了！来，我给你穿上啊！我给你穿上！哎呦呦，你的脚真美！来啊！来，我给你穿上，我亲自给你穿上啊！这个这是节目效果啊，不要在意啊。为了做节目嘛啊，你们经常看我直播，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很逗逼的一个主播，很逗逼的一个。哇，你的脚真美，真的很漂亮啊，很漂亮啊！哎，我操，这波干的也没谁了啊！是不是觉得有点吃惊？